天呢，那是不管用，把他抓着的。你知道你叫人打他把我房进去了，房进跟我向他打道歉，人家那就从他晚上就打了，房进打了，多大年纪了？房进人家早几个就打了。他们都玩你了。你看我买回来，我十四年我你都不能解决，全家人还是把我捡的，也是难道不是？我是没敢把你领过来。他求了好师傅，求着他把我房进去了。今天也求着他，他人民所有五十三块，五十三也够出来的钱了。他那个人你认识的？我来报了，你找我了。你呀，你上次碰到他，你再报警，再来找。拉不平，今天有点虚的。那现在就老不平了。找好了两个，男的两个小红盖的来人噻。这不是小红盖的美女是吧？那小红盖的来人，你不是工厂就跑高级上打电话，我让他电话。这高级上拍的是啥？我真的来，现在还在那，我欠你刑法时间，不是欠你罚的。他把单个的没打的，他就有人。